领导同志，燕山大学搏击护卫队列队集合完毕，队列表演现在开始。大一下学期开学以后，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次队列素质表演，五队共建。二，好，去。二，你已经够二了，不够，还有脚抬高。先说你们这些整体状况吧，自我感觉挺让人蛋疼的。其实原来不太明白这个蛋疼什么意思，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一下。我们的队列素质并不完美，训练员们都很担心。目标挺好的，而且做得挺好的，说明你们已经有这个能力做好它了。但是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呀？不文明用语我就不说了，就挺烂的。晚上也有训练，除了基本功外，还要练表演的队形。后边那个细节还没有想。这是前两天。我也想过这个。这样我不知道好不好弄。试试，多试试吧，不试永远出不来。靠脚。二。恢复。精神集中点。二。恢复。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也有队员忙里偷闲，参加了一些其他的活动。这里是燕山大学第五届云龙新秀模特大赛，紧张吗？
啊，说两句。说两句，训练挺好。你对象呢？18岁，回家了。你对象是哪儿的？在哪儿？沈阳的。沈阳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内蒙古，来自内蒙古大草原。你也没见过草原。我们是有自信的，而且非常有自信的，我们肯定会赢的。我还挺愁的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，我先讲下一话题。不是，就是说不太齐他们玩的，就是我这样，当时我说身子歪的，你咱不是一般都是要求模型那啥动那啥吗？当时我要求说，那就是第一步正步是这样嘛，然后一定一动，第二步这样嘛，一定一动定住，现在这样，跟那会儿昨天晚上那样练的，前天晚上。一口令，停。4月9号晚上，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正装适应性训练。领导同志，燕山大学搏击护卫队列队集合完毕，队列表演现在开始。第一立功，倒地立正，跨立立正，准。仅以此篇献给我的队伍，我的队友。